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现在准备去跟我大姑吃点早饭。啊，这有个南京灌汤包，1号大碗面。这个大碗面也行啊，好像是刚开的，不应上这个场子。三个香摞一起了给。麻辣面、打卤面，6块、8块、12。好还有酸辣粉，好亲民的价格。这就是回家了。对，你准备来哪个大锅？我吃那麻辣面。麻辣面啊？嗯，想吃辣口的。对，最辣的那个。我来个肉丝炒面吧。对。还有宽菜。对，再来两个小拌菜。看看我们这儿的麻辣面，净一碗6块钱，经济又实惠，真的，这就是咱们家乡，你知道吗？不一样，跟外边真的是不一样。在外边吃一碗，咱俩倒花多少钱？他们400块钱。对啊。这多好！这我大姑自己兑点辣椒，想我还不够辣。麻辣面光有麻没有辣哈？还有麻油，辣椒油、麻油。我的面也到了，我这个是12块钱这一碗，然后我们还要了一碟小菜，还有我们这边的特色饮料老道外大白梨汽水，这都是家乡的味儿。一碟小碗牛肉啊，小碗牛肉，小碗煮了煮的小碗大碗。还没煮是不是？小碗牛肉是吧？行，倒多了，会跟啤酒似的，有气儿的，但喝的是饮料。来尝一尝，尝尝这个。就打一碗啊。麻辣面，麻辣面好吃。是吗？麻辣吗？麻辣。我还没拌的那么辣，这好吃。尝尝这个麻辣面，是不是？确实，要是愿意吃辣的，再多拌一点料。我一点麻辣面好了。那就吃这，我这也吃不了，不多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把这个打手。舒服啊！这就跟咱们以前那个三炮差不多是吧？对，就是三炮。我就看就像那三炮的。好喝。吃有点吃冒汗了。太带劲了。喝点这麻辣烫不冒汗。天有点热了，但是没有上海那边那么热。然后我这个实在是吃不动了，给我大姑这个都吃没了。我大姑这个麻辣面好吃，这个汤好吃。然后还得喝点汤。你喝一口，老好。我不喝了，这还有饮料呢，我这饮料也喝完了。这个我有点真是干不动了，太大了这个。这大碗哈。都死了。我俩这一共花了25块钱。行，这地方都便宜。那现在准备去找个地方修一下手机，我之前那个手机在游轮上玩的时候进水了，现在已经开不开机了，找这附近看看，找一找能不能给它修好。然后今天视频呢也就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，下午我们就回家了。